为着选用绿色保护，杜绝绿色绿苔，国际赛事会300西山区在1月10号，讲要伫咧石头乡举办2018军赛献爱第七届 GST 感动人心的公益晚游会。16号早起哦，西友市组织伫咧中华管建府召开记者会，替这场公益晚游会来做预告。石头清水国小的小朋友透过舞蹈的表演来预告十一月十号礼拜六要来举办的公益晚游会。还有歌唱比赛优胜歌手也来替这场晚游会做代言。我们对的事情我们就去做，但最重要就是要寻求让大家一个共识，一个认同。当你能够寻求共识一个认同，相信每一位师友都充满着爱心，大家都会勇于付出，勇于承担。馆长吴明国表示，馆府结合民间的力量做回做公益，在岁末年终的时阵，真正凝聚的气氛，唤起民众做回来关怀社会弱势。在这里啊，感谢所有的师友，大家不急不急，不要出来，在这里。呼吁所有的乡亲，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爱心公益的圆游会，大家一起来做爱心。我们结合社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县内需要帮助的团体以及个人，让他们觉得人间有爱，处处充满爱心。群师。已经进入第七年的实现爱感动人心公益晚游会，在一月初十要伫城头登场。主办单位强调，期待透过这次活动宣传家庭暴力、反性侵害、反性骚扰，和中华会当更加健康和谐。继续连夜投票当选。中央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